师姐在大厅弹钢琴的桥段，那这是明月师姐经常做，而且她真的好会弹琴哦。然后信手拈来就是弹一个曲子，那有时候是弹音乐，有时候有会众就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合唱啊。这个才华，可惜我本人未晓，所以需要找一位师姐来当首替。接到任务，然后来就把那个简谱突然就写出来，然后和弦加上去，太强了！我们嘉义对不对？嘉义慈济合唱团，慈济合唱团的钢琴老师叶芬师姐，感恩感恩感恩，好有效率哦。其实，在病房或是在大厅医院，有音乐其实是可以舒缓很多在医院不管是焦急或是悲伤的那样子的情绪，所以其实我觉得也在大厅有一架钢琴，然后时时传来乐声，会减缓病患或是家属都对他们来讲有那个情绪舒缓的作用。想这件事就是喜乐的，就是欢喜的，所以当他在这个进行这个事情的时候，不管是围上来的会众或是志工，也是欢喜的，就是很想要参与或是感受，就在这里享受这个乐音。点首歌我们一起唱。亲爱的，我的本尊明月师姐，谢谢你，谢谢。很多人说你像我，谢谢你包演的太火了，谢谢你，谢谢你的包含，感恩感恩。